情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，他有没有哭？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，听到这你就别担心。拿过来。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伸出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，他有没有哭？月儿。我的窗里听到这儿，你就别担心。爷爷吃饭了。其实我过得还可以，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爱过我的梦里。怎么运动完你拿着就好了，爷爷。直到我睡。